处女座是什么样子的？就像前方有深渊，他会怕，但他也敢迈出那一步，朝深渊里跳。就像眼前是大火，他会退缩，但他也敢舍身上前，拥抱火团，灰飞烟灭。处女座爱一个人，可以不明心意，但天知地知，风知雨知，唯你不知，深深的，又深深的埋进心里。你若不来找他，他可以把这份喜欢埋进心里一生一世。我知道，每一个处女座对待爱情都不太自信，表面表现得太乐观、太高冷，骄傲感使然，免不了对很多事冷眼旁观，但时不时蹦出一两句幼稚的话，你才知道外强中干的处女座，防御意识太强的处女座，对周围筑起高墙，把真心锁在城堡中间最安全的保险柜里。你不来找我，我永远不会给你。你若来找我，我要给你设置101个困难，我要试出你的真心。我不见真心，你也见不到我的真心。爱一个处女座，最能试出一个人爱的诚恳。是的，处女座很难亲近到他们最柔软的心，但你知道就好。在一座巨大的宫殿里，住着一个孤独而又用情至深的人。处女座真心爱你，他会放下自己所有的原则和坚持，但处女座的被动像一扇厚厚的石门，走进他们的心没有什么技巧可言，唯有无畏的坚持和恒心，不间断的主动。正如你要点燃一团火之前，首先你自己就得是一团火，正如你要融化一块冰之前，首先你得有一颗充满温度的心。爱上一个处女座，你会很累，你会觉得再也不要这样无止境的、没有结果的主动的去爱了。也许当你收回爱，当你放下手，从此做好陌生人的准备，他却忽然想起你的好，回过头来主动找你。处女座总是这样后知后觉，总是失去以后才幡然醒悟，总是面对这个人生想得太多，思考太深，甚至一再错过，直到处女座认定了那便是最幸福的一件事。他们痴心一片，他们无怨无悔，他们今生今世只爱一个人。处女座，我知道你的心里什么都知道，所以你总能从处女座的言语里感到一种睿智与认真。希望你们继续谨慎的选择，但不要因此责怪自己得不到幸福。处女座，你总是太坚强，坚强到忘了流泪的感觉，坚强到不需要拥抱，坚强到神经质，坚强到渴望一颗真心，又渴望自己满身刺能有一个人不怕伤害的拥抱上来。处女座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你会幸福直至终老。原来你是